你有童心的呀，你小哪吒。我们两个其实就是说，看起来是不同的阵营，各自为战，其实就是心有灵犀，心有灵犀。真正的高手，高手要打得有章法。你看那小楼哥又躺那儿，你给他领走了。呀呀，怎么个事儿？小楼哥怎么个事儿？来呀，干爹来呀！兄弟在一个完美的位置疯狂的输出。哎，我谁在丢那个兵？不到啊。怎么？哎呦，二连击！你好。哦，你啊，兄弟，屏幕被番茄砸了，看不见。我砸的。肉丝，你在哪儿？再来看看海。呀，你是娇羞，你为什么如此娇羞？小头哥直接被打昏迷了，救命！糟了，我们。我说你爆炸弹干什么？不是，这又何苦？我早就看出来赵俊成不安好心。扶伤无影脚，哟，帅帅，帅，太帅了！兄弟进来了。你倒了，一闷脚，一记害三拳，一脚踹三个。别动，一闷拳。呀，他怎么站起来？他也晕，他血量低呀。你血量比我低，兄弟。地堂拳吧，怎么说嘛？怎么说嘛？他直接把我吓懵了，他直接把我吓傻了。地堂拳，少林七十二绝技。虽然赢了，但是没什么值得夸的，太丢人了，洛师傅。就我们躲猫猫吧，还是躲猫猫？兄弟，江湖人称躲猫猫之神。你是躲猫猫之神，兄弟，江湖人称成都柯南。对，已经躲好，对，你已经躲好了。就是说，你觉得你躲得很完美？就是这么说吧，我手机放在揣兜里。你手机揣兜，你就意思就是说你毫无破绽？我就看你就行。兄弟躲的是完美，可以是伪装的完美。呀，你们两个太好，你发现我。呀，橘子，赵俊成，你个大橘子，你在干什么？秦王绕柱，你那个检测它会变，怎么说嘛？我看还有什么可耍？有一手极限竞速，我之前是我们小区跑的最快的。那么兄弟也是我们小区跑的最快。你那小区是烂尾楼，你什么幸福里，就那种中老年社区。这么给你讲，你可能就理解了。兄弟以前人称闪电侠，我们要不要试一手？那就必须试一手。试一手。兄弟真的是快，狙击亚军。看看小干天人呢？闪电侠，你在哪里？闪电侠，就是我们狼人杀耍一把，我们交流一下。你要干什么？这个兔子，做任务呀，走啊，一起啊！你根本，我不能跟你单独走一块，你太危险了，你太可怕了。怎么说？呀哟，干天这就喊了哟，小洛哥。左眼有了记住你，右眼有了忘记你，我记住了你，又忘记了你，他们都叫我。不是，你要说你那什么抽象话呢？搁那。什么你主位不是你，我真的绷不住了，就是你这个左眼右眼确实把我搞乱了。哟，干什么？好，快跑！这一看就不像是好人，快跑！他冲着我就来了。哟，看到了，逮到了，直接抓捕！这个明月悲伤片尾曲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明月悲伤片尾曲，四号你就动手，我一眼看穿，我在后面就看着你动手，你一拳给他打闷了都。不是，哦，说错了，七号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七号，说错了。开黑都能玩成这个逼。七号，他主要他俩都是那个七号，大庭广众，光天化日，虽然我没有看到啊。Q 都会 Q 歪来，罢了。都被看到了，这是过了吧？这里，我们直接耍一首最经典的模式，怎么说？你认可不？你应该很认可。不忘初心，我们的队友兄弟耍这种闯关游戏，我跟你说，完全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加速是哪个键？你如何理解？兄弟已经摆烂。你不会还没过来吧？呀，小罗哥，你在干什么？兄弟是最后一个吗？不是，你们俩。哎呀，你俩把我气了。我俩是最后两名呀，倒一倒二，大半天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哦、滑的呀！哦，好滑！哎呦，哦，好滑！哦，
火箭被我起飞，居然让干田拿了第一了，还是在我面前解决。干田第一，干田第一，我第二。我跟赵晋成第一关是嘛，道一道二，第二关是第一第二，主打一手，上限也高，下限也低。那我们三兄弟，你看我们三兄弟，我们三兄弟是跑最快的，兄弟第一了，兄弟第二，干田呀，干田怎么说？干田第三，我们三兄弟，而且我们是那种断崖式的夺下了，就是说游戏的胜利。你看他们来都没来，就剩八个了，就最后一站了。玩这种，我跟你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。老秦是动手打我干什么呢？兄弟要炸弹，兄弟要炸弹，兄弟要撇了。嘿，我炸飞一个。啊，赢了吗？兄弟把一个人炸飞了。我、哦、这么帅？这么快？这么帅？兄弟把他们队里的人一个炸飞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全场最佳 MVP 是这个人？为什么是一个路人？为什么 MVP 是一个路人？你要的资质帅，我跟你说。圆梦之心12月15号正式上线，我们一起合家欢，我就在这等你啊。每人给你开到最大。你哪吒头呢？